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宜兰县董事会办理的全面实践国民生活机制竞赛工作，省考评小组一行由王国华领队，上午在县警察局会议厅听取简报。会场中同时展出了各机关团体学校所推行国民生活机制的资料和漫画壁报等等。王国华在简报讲题以后，分成了七个小组，分别到各单位以及公民营厂商、村里社区等实地的抽查成果。